你就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你不说话就是喜欢我。回过头来看着我，我让你看我。 想干什么？上一次亲你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心跳声。那就是你的心跳声。不对，我听得出来。那不是一个人的心跳声。那肯定是你听错了。好，你不承认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那我们再听一次。 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什么也没听到。那现在砰砰砰的，是什么呀？那是你的心跳声。哦，是吗？我的心脏原来长在这儿啊！哦，还不承认你喜欢我？我没有。 还嘴硬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声音很烦，一直砰砰砰的？对，特别影响正常的生活。哦，是不是非常想把这个声音关掉？是。我有个办法，绝对管用。什么办法？关我。请你自重一点。怎么了？我又没说错，你再亲我一次，心电感应就断掉了呀？我才不要。那你就是喜欢我。 我就是没有。哎呀，你不要害羞嘛，不就是喜欢我吗？又不犯法，而且咱俩也都是适龄未婚单身，是吧？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再说了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性格这么好，身材还这么对吧，凹凸有致的，你又不吃亏。安白夜，这一次。 你跑不掉了。